那什么呢？丹尼，你也投入得太快了吧。很简单，你去换几套衣服，做几个造型，我们摄影师会把照片拍下来，到时候给导演送去，就这样。哦，啊，你们导演呢？一般 casting 的时候我们导演是不在的。唐小姐，请到那边化妆还有换衣服。啊，谢谢。什么态度嘛？哎，那个导演真够大牌的。小点声音。走了。此时艾米的眼神中充满了羡慕。一切得靠我这个经纪人指导有方啦。还有哦，在试镜的时候开始嘛，演员总归是很紧张的啦。我说满玉，这个姿势，结果他越拍越好，拍到后来，艾米，你还真会吹。就算庆祝你拍广告顺利，嗨，董洁。嗨，叶婷。叶小姐。哎，董洁，晚上你有事儿吗？我想去买些家具，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去选？我比较相信你的眼光，而且万一有些东西要带回来的话，我怕一个人拿不动，好吗？我也没什么事儿。那就走吧，上车吧。是啊，叶小姐也挺需要你帮助的，不然到时候会很不方便的嘛。你看满玉都这么说了，上车吧。那我就先走了，再见啊。
现在人如此冷漠，一点没错。哎，这不帮忙啊？不是早说过吗？你车肯定会抛锚的，非不信。哈，乌鸦嘴哦，去帮忙啦！下次啊，我再也不坐你车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快去嘛。那个董洁会不会喜欢我啊？我知道了。那你刚才还那样说，那就会了。可是我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呢？因为董洁喜欢的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好啦，先吃面吧。不行呢，咱们一会儿再说好不好？我决定了，我准备再次出击。满玉，你一定要帮我好吗？这真的可不能反悔。吃面。友情、爱情，左右为难。刚被确认不是疯子的英达，真的快被满京的无辜失踪给逼疯了。一定，好，再见。喂，对，抱歉，死胖子，唐满京，你。哪里去了啊？这个联系都联系不上，你不是有好看吗你？啊？喂，你说什么啊？喂，死胖子！我不是疯子！我要找唐满京。唐满京！哎，对，把这边三红加强一点。还有，把他的眉毛也加强一点，这样呢显得会精神一点。哎，你说我们这次的 model 条件不错吧？有潜质。你知道吗？你是我最近这一阶段啊见到的最有条件的女孩子。是吗？
哎，你那个脚本看过了吗？看过了。项链要不要啊？我，你还有没有别的？这哪是什么导演啊，明明是色狼。低低一点，不，你拿稳一点，好吧？嗯，把它拿稳一点。这样吗？嗯，这样对着观众，你拿着它。嗯，脸都笑起来了。大家看我的表情就知道，做明星真的好难呢。满玉啊，导演，你今天表演的不错。哪有啊，我知道自己还差得远呢。嗨，你毕竟不是专业的嘛。你看这样好吧，等收工了以后，我请你去喝 coffee。 我有点累了，想回家休息。累了，那好吧，那就这样子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导演。帅帅的导演是不是约你去喝咖啡呀？你为什么没去？我去干嘛？我真的很累呀。你是真不懂还是装傻哦？你什么意思？哎，你真是迟钝哎！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那个导演蛮喜欢你的。哎是这个样子的，只是让你习惯习惯嘛。
不舒服啊？来，我帮你擦擦雨。你看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家就在这附近，你先到我家休息一会儿，等你舒服一点，你再回去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我还是先回去吧。不要，别动。这样吧，你在车上休息一会儿，好不好？来，那好好休息一会儿。满月。这个打的，然后把他脸上尽量打得亮一点。还有，终于知道了，反光板测光强一点。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哇，可以了。好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准备。有没有一点敬业精神啊？跑步要真的跑出点样子，软趴趴的跑，谁会相信你这套啊？再来一次。好了，准备了。跑步是最好的运动。看。这一刻，满玉终于看清了导演的真面目，
名为导演，实为色狼。现在让我们来剖析一下色狼的行为特征，以此吸取教训。行为特征一，假借请客吃饭之名趁机灌醉对方。行为特征二，趁对方神志不清时假借休息为名邀对方去家中一坐。要不然这样，我家就在这附近，你先到我家休息一会儿，等你舒服一点你再回去好吗？行为特征三，遭到拒绝后趁对方还未完全清醒强行非礼对方。行为特征四，处心积虑的种种行为均告失败后便露出狰狞面目。喘什么喘，你是猪啊？还想当什么广告明星？我呸，你看看你一脸的汗，妆也掉了，眼睛也肿，你有没有一点职业道德啊？我告诉你，不辛苦捆到一边去。这就是色狼。受尽委屈的满玉决定放弃。像你的个性啊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满月啊，在我印象里，你是很有毅力的。不管是你去推行这个软件，或是你为了行销亲自去减肥，你都是很有毅力的。我相信你，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你都有能力去克服。别人坚强，我就相信不管什么人什么事情都不会打败你，你说对吗？哎呦，你不要这样想嘛，以前还不是你身材，他那个现在，哎呦，尽管我觉得那个什么彼得导演没什么品，人家不过是想追你嘛。我还是觉得那个导演太过分了。反正啊，我以后不打算拍什么广告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你不拍广告就做不了明星，我也当不了你的经纪人了。满玉拍了拍了，大不了我们以后不用那个色导演好了。艾米，你干嘛非得让满玉去拍广告呢？人家专长又不是这个。我只是想我的朋友当中能有一个人是明星嘛。你要喜欢拍你自己去拍好了，你要是去找那个导演他肯定会同意的。我看不要了不要了。那就对了嘛，怪可惜的嘛。满玉啊，
其实这个案子，我真应该好好感谢你。从开发到完成，一直到你拍这个片子，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很多事情都不该怪在你头上的。哼，他不都是那个叶特助害的？艾米，其实他也有他的压力。什么压力嘛，根本就是公报私仇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这都是以前的事情，不要再提了。你就是一直这样好说话，他才会欺负你的，对不对，董经理？你不是累了吗？累了就早点回去休息啊。是啊，我今天也很辛苦了。嗯，那你们去喝，我就先回家了。满玉，一起去吧。不了，我还是早点回去休息，因为我明天早上还要早起呢。是啊是啊，满玉今天可真够累的哦，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万一明天早上开会迟到了，叶特助又理由骂人了。要么就都回去休息吧，反正明天一早我还得开会。啊，不用了。啊，现在才8点多钟，我们又没拍片，不会累的。我知道外滩有家咖啡店很不错的，要去试试看。啊，我现在一个人走就好了嘛，你们可以去喝咖啡。咖啡钱我付啦。啊，真的？去吧，董经理，有人请客哎。我。哎，拜拜，咖啡多少钱？我明天告诉你哦。走吧，拜拜，走啦。再见。告诉你哦。嗯。再见。拜。你们喝咖啡，我请客。这算什么吗？减肥成功了，虽然身材变好了，但我还是不习惯，老认为自己还是80-90公斤的体重。有了感情滋润的董太太，果然是心情好、精神好、胃口好，总之什么都好。爸妈啰嗦，从你大学毕业以后都没有好好找个工作，这样不好啊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说不定你哥哥可以帮你啊。妈，哥就会给我介绍这些无聊的工作，还要看老板脸色，我才不要去。
呦，我的傻丫头啊，什么样的工作不用看老板的脸色？有啊，自己做老板。自己做老板，那还得看客人的脸色呢。那最起码做的事情自己喜欢啊。那什么样是你喜欢的事儿呢？妈，我想开个店。开店？嗯，开什么店啊？你看了哈，以前他胖的时候完全都没看出来啊。他胖的时候嘛，也是蛮可爱的。干嘛？你有病啊？我是看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嗯，满玉长得挺漂亮的，人品也不错，你干嘛不追她？好端端的，我追人家干什么呀？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你看我们两家住邻居，她又没有男朋友。你不追不是白不追吗？哎，后天就是礼拜天了啊，约他出去玩啊。哎呀，小妹啊，你不要说风就是雨好不好啊？好好考虑一下啊。哎，对了，他哥哥不是也去减肥中心了吗？嗯，说不定到时候回来会变成一个大帅哥。哎，你追他好了。那个大胖子，算了吧。为了保持得来不易的好身材，满玉坚持每天锻炼。变身后的满玉甚至引来了异性赞许的目光。哎，你看，这挺漂亮的。对，挺漂亮的，身材不一样。对。电话要不要接？哎，来了。喂，刘瑞，艾米啊。喂，你搞什么？星期天打电话到你家还找不到你。哎呀，我在健身中心做运动呢。有没有搞错？你现在还要运动什么？身材那么标准，想气死我们？拜托耶。我被折磨了三个月才有现在的成果，我不可能一下子就毁掉吧，所以我要保持嘛。好好好，随你便吧。哎，快点出来陪我逛街哦。哎呀，我还想跳操呢。
出来。你真是的。好吧，好吧。拜拜。我有我的生活，我的 dream， dream dream， 风在耳边诉说 ，dream dream， 让所有束缚都摆脱。Dream， 让我的生活找到自我，我的生活，我的 dream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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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梦要大声说， dream， dream， 就算没半个人会懂。Dream， 让我的生活天地辽阔，我的生活，我的 dream。在夹缝当中，人与人变得冷漠，伤心爬上眉头，流着泪却无处躲。别笑我样子软弱，把伪装全都撕破，我的梦用快乐掌舵。20万，怎么样？唐曼玉，你的演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啊？我问你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勾引董经理？我的老天爷啊，你真的是唐曼金，真的是唐曼金！这简直是不可思议，鬼斧神工，妙手回春。这太神奇了，哥！哥！完蛋了，我又胖回来了！哎呦，先起来，睁开眼睛！笑不出来，让我笑。